大家好，欢迎来到喵代丽塔罗占卜频道，我是喵代丽。今天的占卜主题是他在想什么，他对你的想法感觉是什么，以及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我们一起来看看哦。好，那今天的占卜选项从左往右，一二三，这些是我们的牌卡哦。上面是雷诺曼，下面是爱情，恋爱心理神谕卡。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meldry.com，来逛逛或是购买。好，那今天的选项从左往右，第一个选项是男生啊，雷诺曼中的男生 gentleman，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是爱心，heart。第三个选项是 lady，女生。然后这是第三个选项，选不出来的大家可以按照下面一样的排辈。他对你的想法感觉是什么？现在是冥想时间。第一组，大家请对应看看你听到的所有内容。如果完全都不符合自己的状况，请参考第二组或第三组的解牌。好，看起来第一组呢，你们现在对于这个关系的感觉，对于这个人的感觉是，你觉得好像一直停留在朋友或暧昧或是一个状态之中，没有任何变化，你会觉得说停滞了，停滞断联，还是就停在一个状况？卡住这样，那不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你都觉得就是一成不变，然后一直在重复，像一个鱼缸里面这样一直在转转转转圈圈这样子。那对方的一个状态是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行动，或是没有太多的确切的一个动作或表达说他要什么，可能他现在是在一个没有联络、没有行动的状态。然后他自己也觉得蛮挫败的，他的确是不太确定说这个关系有没有可能走到未来，或是应不应该继续发展，这是他的一个心情哦。好，所以可能是你在等他联络你，他在等待你联络他，有一点像这样的状态，或是两个人都在想说先等一等看看，或者说先观察看看呢、哦。吊人正义牌，那两个人都在厘清自己对对方的感觉、心态是什么。那也觉得对于未来没有什么太多的把握，或是没有什么信心，好不太敢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等等哦。那在对方眼中，第一组大家你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看看他觉得你是恋人哦，是喜欢的人，或者说想要交往的对象。我想要走向未来对象，或是对你有很多的热情，不管是精神上还是你的身材、外表等等，都有点燃他的热情，可能让他觉得你也是一个很好沟通的人，就是有另外一半的特质，另一半特质。然后对于你们的关系，首先他觉得他不是很想要离开，哦，不想离开也不想。现在就给出答案，所以如果你想要他，或者说你们有过关于关系未来的谈话的话，他的一个心情是他不想离开这个状态，但他也不想失去你，就是说他希望可以再等一下，再做决定，或是再等一下看看，就厘清各自的感觉、心情、想法或。把自己的人生先整理好之后，再确定。所以感觉上好像是他或你或两人都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有点像这种感觉。不想离开，也不想现在就给出答案或承诺。
然后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或是现在在一个自己觉得自己很衰的阶段，很多事情同时进行，或是很多事情不是那么顺利，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他或你觉得这个关系好像有一点命运的阻碍，这种感觉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或不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或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种感觉比较像是错不太好的时间点遇到对的人这种心情哦。那他的想法是他不想要欺骗你，或是他不想要去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他不想要再隐瞒自己的想法了。如果说一直以来他是没有表态的话，好，他希望两个人不要有任何的 games，不要有任何的猜来猜去啊，还是欲擒故纵啊，还是叠对叠什么，他不希望有这些互相较劲，还是互相猜测揣测。那对方在考虑中啊，就是做决定 ing 权杖二，他有在思考要不要做一个选择，或者说他正在选择中。那他的选择看起来是打算要继续或往下一个阶段发展，让这个关系继续发展下去，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要的。在对方眼中，第一组那你们是一个 whole package，什么都有，就可能像世界牌这样，各方面都很契合，不管是精神、外表、外在，或是身材等等，各方面都是对方喜欢的，或者说你们之间有一种热情，除了热情之外，也有精神上的那种互相欣赏等等，就是互相欣赏灵魂以及内在外在。好，所以对方觉得他想要这个关系，他会确定自己内心的答案是希望继续，希望发展，不管是不是远距离或有什么样子的命中注定的阻碍，他都希望继续哦。然后对方对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呢？他会比较担心说两个人是不是有一样的期待哦，是不是一样忠诚，或者说贞操观念是不是一样，或是不是都想要朝长远的方向发展，稳定的方向，还是就你其实只是想要短暂恋爱呢，还是什么？就他有在想两个人之间是不是要的是一样的，以及他并不是很想要改变你，或他有在想能不能够改变你，就他觉得看起来这个关系是要互相做出一些牺牲奉献，那有没有准备好要做这么大的牺牲奉献，或有没有准备好要迎接一个认真的关系到生命中？那他觉得你们两个是有一些差别的，然后他觉得好清楚一点，他觉得你有看到他的价值，或在这个关系之中，他有慢慢看到自己的优点，或是有看到你对他的肯定，还是什么，或是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他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或从中他看到了自我价值，然后他也知道你的价值是什么，你对他来说有什么样子的情绪价值，或是有什么样子的正面积极的影响，让他更喜欢他自己等等。可能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在一个非常顺利的状态，那接下来他会用一个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事情，或是你们都会因为认识对方而用新的角度看待人生、看待爱情、看待婚姻等等哦。然后对方其实蛮担心自己被遗弃，或是被丢下、被分手，所以他可能会就是习惯性的先选择离开，或是总是想要逃跑来避免受伤。好，那对方其实很怕别人进入自己的内心，所以他仍然需要时间疗愈哦。但看起来你们很有可能是彼此的真爱，
然后两人可能会进展到关系的下一阶段，因为这段关系有让两个人都慢慢在疗愈、成长，所以可能是一边疗愈，一边越来越在意彼此，越来越爱彼此，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两人在同时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中。好，那这段关系会有什么样的阻碍呢？可能是第一组的人或对方。我不太确定哦，偏向是指女生，但也不一定，可能会因为心情上的一种沮丧，或者受挫的感觉而，或者是一种不信任感，可能是对方，可能是你，然后压抑自己内心的不开心的感觉，或害怕受伤，害怕被欺骗，所以可能会因为不安全感而，在沟通的过程中。慢慢，突然间搞消失，突然间沟通不良，或者是说太多，一下说太多，然后一下又搞消失，这样子要看看是自己还是对方，这可能会造成关系的阻碍，就是一方表达太多，而另外一方就是总是 walk away，总是来来去去，或者有什么样子误会跟沟通不良，要注意沟通。是，如果说用搞消失来避免冲突，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冲突，或是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愉快，所以可能需要平衡好搞消失跟，就是要找出一个中间值，消失跟平衡，消失跟平衡的心情要怎么去拿捏，不能说太多，或者说关心对方太多，也不能。完全不关心，所以可能变成说要每8个小时联络，或者说每2、3天联络，就有一个 routine 会比较好，大家都不会觉得不平衡的一个状态，或是好的沟通，准备好再沟通，或者尽量坦诚。好，那对方对于第二组第一组大家的。其他的想法，下一步打算是什么呢？他其实有计划，可能是希望这个关系朝长远的方向发展哦，成为家人或是已经有家人的感觉了，所以希望越来越稳定。那也许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幻想或者还在考虑中的一个状态，就是现在真的适合有准备好要谈认真的恋爱吗？就两个人可能都有在想这件事哦。那会很确定说，就一边又不想改变自己的人生现状，但是又觉得不希望失去或应该算是已经疗愈完成了，不希望这个关系停滞下来，或不希望浪费这个关系走到今天的这个阶段。所以，如果你们是彼此的前任的话，很有机会复合；如果你们是刚认识的，一个状态或暧昧很久，感觉上两个人会朝一个共同的方向前进哦。两个人对未来都有共同的共识，都希望可以前进或在一起。好，而且这个在一起可能是很认真的在一起，偏向是指这个解释哦，组建家庭或有一个有价值的承诺，有点像是这样，越来越现实，越来越走入现实的一个关系。好，那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吗？好，看起来两个人在一起之前会经历一个各自想很多的阶段哦，工作啊，或者对于关系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想太多，自己付出太多，或自己在乎比较多等等。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给自己压力很大，所以请避免。如果是你的话，请避免；如果是对方的话，如果对方有做什么付出，感觉上你需要给他鼓掌，他是一个需要掌声跟认可的人，或者需要 attention，需要关注。好，那还有就是其中一方哦，偏向是指对方，或火象星座的一方，看。谁是火象星座？那如果两个人都是的话，偏向是指你可以对应看看哦，你或对方其中一方
可能有跟妈妈的关系有一点创伤，所以可能会因为妈妈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之中会突然间变得暴躁易怒，或是如果关系有重现自己跟妈妈关系的情境，可能会想要疏远或是生气。或急躁、不耐烦等等，要想一想是自己还是对方哦。就如果是他的话，他的妈妈让他很生气过，然后在你身上或你们的关系有重现他跟妈妈相处时的情境，他可能会想要疏远，或是可能会生气或不高兴，生气、不高兴、沮丧等等，而没有什么太多的行动，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是。另外一个解释是，我看看，好，两个人都希望关系可以朝同样的方向前进，也的确是正在这么做。钱币三，我希望可以共同的。创造有未来，但是要小心自己的脾气，或是没有耐心。可能是你，可能是对方，或冷掉，就对于关系有太多的依赖。我依赖这个关系，依赖关系可以，就永远是甜蜜，或永远有什么，就你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或他指望他做什么，你就要相应有什么行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期待有点高，那。小心，因为这种期待或依赖而互相生气哦，然后生气不说这样子，感觉上还是沟通或者一方看起来是蛮容易生气或蛮容易没有安全感，可能是你，可能是对方，然后就冷处理或用其他方式来让你不高兴这样子，看看是你还是对方。小心互相让对方，就故意想要做什么事情让对方不高兴，可能是你，可能是对方哦。好，那看起来其实两个人还蛮互相在意彼此的。嗯，后面的牌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呢？两个人都在享受自由快乐的单身生活，或在对方眼中，第一组搭你们正在享受快乐的单身生活。可能他觉得你有一颗自由的心，有一点难绑住。然后在他眼中，你可能是一个创业的人，或他是一个蛮有霸气的人，希望可以领导别人，或希望可以领导这个关系。有两种解释哦。那另外一个解释是在他眼中你是创业的人。你有一种霸气或老板的感觉，他觉得你们两个很像哦，然后他有在你身上看到自己，以及在他眼中你是一个身材非常好的健身狂或运动型，可能你常常会跟他说你要去运动了，或是呵呵他觉得你的身材非常好，非常健康健美，或者就单纯指你很喜欢运动。那在他眼中，你有一点以退为进，或是不表态，有时候会欲擒故纵，有时候会搞消失，远距离或是航空业旅途中认识等等。然后在对方眼中，你是一个工作狂，压力很大，他有一点担心你是不是一个非常在意金钱的人，或你喜欢他或。你对他感兴趣，是不是因为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可能要很想，就他可能会想很多哦。看起来牌面上，他算是一个想要用头脑去观察，然后怕自己冲昏头的人。除此之外，在他眼中，你是一个有一点可爱，或你的灵魂像小孩，没有非常成熟。感觉像是一种新恋情哦，又感觉到恋爱要到来了，有恋爱的感觉。那一边又觉得你是一个有成熟一面的人，或他很喜欢聆听你的内在，倾听你说的话。
你们之间关系很容易有那种疯狂热恋的感觉，热情如火，然后又让人深深着迷，让人觉得好像没有联络或没有互动就很受不了，有一种强烈的迷恋依赖，然后有一种强烈的浪漫感觉，好像电影。除此之外，觉得也许你们可以走到组建家庭，然后双方或对方很喜欢小孩，或你很喜欢小孩，以及觉得你们可以总是很开心的在一起。在他眼中，你还蛮外向的，可能喜欢音乐，可能喜欢跳舞，或者很开心，像朋友一样相处也可以。在他眼中，你有很多，不管是当朋友或谈恋爱或是组建家庭，各方面的特质你都有。可能你是从事跟创造力有关的或工作，或两个人都是从事跟创造力有关的工作，画画、设计，还是比如说舞蹈啊、什么艺术方面的工作等等，摄影啊等等。好，所以对方对你有很多正面的感觉，也有点担心。但看起来会越来越稳定，或越来越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对方对第一组大家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I feel grateful of everything in my life, especially you. Enjoy happy times together. 我对于我生活中很多事情，所有事情我都是感恩感谢的，特别是你。然后我非常享受我们相处时的快乐时光，很享受跟你一起相处，跟你在一起的时光。You inspire me so much to manifest all of my desire。你启发了我，让我想要去实现我所有的目标，或是我内心的热情渴望，让我想要追求我的梦想。Our connection is complicated. There are issues out of our control. 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这种连接情感其实有点复杂，有些事情是超出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比如说可能是距离，哦，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家人啊还是什么。It's hard for me to face my pain, so I indulge in short-term pleasures or substances. 对我来说，我不是很喜欢去面对我的痛苦，所以我就会沉溺于一些短暂的快乐。I know it's not good，我知道这并不好，比如说喝酒啊，还是短暂恋情。I'm sorry I couldn't follow through with my promises，我很抱歉我不能够，就是我没有说到做到。Other people were interfering and trying to control me。我们之中还有其他人试图在就是控制我，或是干涉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长辈，可能是工作方面的一些状况等等哦，或是有的人是三角关系吗？就在这个状况之中。I hate this distance between us。我很讨厌我们之间现在这种距离感，感觉非常不好。I love you so much, no matter what。不论如何，我都非常爱你。No one makes me feel the way you do。没有人让我有过这种感觉哦，除了你之外。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你是我认识以来最好的对象，或者说你对我来说是最好的。I'm always here for you，我永远都会在这里等你哦。I have to deal with my pain to be able to open my heart to love again，我需要先处理好我内心的伤痛，我才能再次敞开心胸去爱。Afraid to show you off，我不想要跟别人炫耀你，或者说跟别人分享我们之间的关系。Others will make fun of me or try to steal you from me，别人会笑我，或是想要
把你从我身边抢走哦。看起来对方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大家你今天的解牌，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也非常感谢所有已经订阅按赞的大家，谢谢你的订阅按赞支持。那选到第一组大家，如果你有任何愿望想要试试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金签是金刚经哦，你可以每天读诵金刚经，那在半小时内就可以念完，在念完之后进行大回向，回向法界所有三恶道众生，所有的孤魂野鬼等等哦。虽然七月，但是念经其实是会有护法神来守护你，所以并不会吸引阿飘或者怎么样，反而你会睡得更好。如果你持续有在念的话，并且做回向，回向法界，回向所有三恶道众生，所有孤魂野鬼等等所有众生，普皆回向，然后回向你的家人，你的你喜欢的对象，或是你家里的宠物，你的小孩等等，你都可以回向。回向之后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工作爱情学业顺利等等，或是你觉得很不顺利的话，也请回向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家族冤亲债主都要回向哦。好，那就祝福第一组大家，希望你们越来越顺利，健康平安幸福，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第二组大家请对应看看你听到的所有内容哦，是否符合自己的状况，如果完全都不符合，请参考第三组或第一组的解牌。首先我们来对应一下你们这边的一个状况，是你在这个关系之中你不太乐观，或是你会觉得找不到方向前进哦，虽然有喜欢这个人，或虽然有感觉到爱的能量，可能你是一个常常在付出爱给对方的人，然后对方也很愿意给出一些回应，或他的确有展现出自己的热情，或让这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等等哦。但对第二组大家来说，你们会觉得这关系第一个解释有点在慢慢形成一种互相依赖，让你看不太到方向，让你很害怕，或者害怕未知，你不知道该前进还是不要前进，维持这个状态呢，还是这是一个停滞的状态，你不确定说依赖是好的呢，还是该怎么去沟通等等，或你很难去表达出你真实的想法哦。然后这关系正在稳稳的前进中，可是第二组的人可能有一点焦虑或压力，压抑真实的感受，那在对方眼中他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然后他是一个喜欢做好自己该做什么的人，可能他不是一个非常浪漫，或不是一个非常就在关系中不是一个非常去喜欢去表达什么东西的人，我跟他就是执行哦，行动来表现出在意，然后继续忙他应该做的事情，每天的一个 routine 等等。好，那在对方眼中，第二组的大家，你们是一个非常害怕受伤的人哦，有一点像惊弓之鸟，就在他眼中，你可能随时都准备好要逃跑，或是要准备好要保护自己，所以在他眼中你是一个自己有准备好救生圈然后在谈感情的人，或是随时准备好要逃跑的人，大概是这样，准备好跳车绕跑。所以在他眼中你是一个有伤痛的人。好，那有受过伤，很怕失去平衡，或已经有点失去平衡了，可能在这个关系之中你付出的比较多吗，还是你很在意平等公平这件事情，所以看起来在他眼中他觉得蛮希望关系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哦，不论你们现在的一个状况是什么，他都希望可以持续维持这种像初恋一般纯纯的恋爱感觉，或是有一点 soul mate 的感觉，两个人像朋友又像恋人，然后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世界牌，
或者对方会觉得你们还蛮适合契合的，他可以很好的懂你，所以看起来在他眼中你是一个适合继续发展或有一点像是真爱的对象，然后可能你是一个还蛮独立或喜欢工作的人。好，那在他眼中你是一个财务稳定，喜欢动物，或者你是兽医吗？你有宠物，从事跟创造力有关的工作，两人之间有很强的吸引力，以及可能是一方是创业的人，就两个人都很强势，好像是两个强势的人的组合这样子，或两个人都是创业的人，两个人都喜欢就是老子说了算，老娘说了算这样子个性的人呢、有 soul mate，心有灵犀，就是不喜欢被别人说要应该要做什么的人哦。Don't tell me what to do 这样子个性的人，然后可能是旅途认识或远距离，在对方眼中，第二组大家你们或对方，有童年创伤，然后这段关系可能是透过公事认识，透过对方的工作或透过你的工作，有点像办公室恋情。好，可能其中一方是音乐人、表演者，或者两个人有共同的音乐爱好，比如说喜欢同样的音乐认识等等。好，那这段关系的阻碍会是什么呢？看起来这段关系的阻碍会是过度的依赖哦，过度的依赖，然后让人越来越不开心，让人会慢慢进入一种受害者角色哦。不管是你还是对方，或是付出太多，因为付出太多，然后因为依赖，因为一种习惯付出太多，越来越不开心，然后为了不要不开心，就在那边两种心情打架，一边想要放弃，一边又想要继续付出，在一种痛苦的循环之中，所以感觉上有依赖的一个状况，或互相依赖。然后这个关系有一点停滞，那对方看起来的确有在努力的想要让这个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有表现出兴趣。虽然可能他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或者有点不苟言笑，好像没有什么情趣，没有什么情调这样。好，对于这关系对方的下一步打算是什么呢？其实你们是朝同样的方向正在前进中，但是好像没有沟通过，彼此真实的想法，或其中一方讲的比较少，而让另外一方一直在猜之类的。那不论是哪一种，看起来这段关系可能会经历一个一方会有点难过的一个状态，然后会做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有点像是非常希望关系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而类似是表达想要离开哦，有可能是想要离开，想要放弃，或是一些沟通。那在经历这个状态之后，可能另一方就会有一些行动来表示说不想要，就会展现出更多的真实想法，不再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如果说一方总是不说清楚的话，比较像是男生的一方，或是之前一直比较安静的一方，看起来比较像是对方哦。你可以对应看看，那看起来两个人都不希望结束，但也不希望自己太低姿态或太丢脸。所以看起来关于讨论到结束或者转变，变成说感觉上是对方必须要选择结束或改善，那看起来是会有所改善，或是会有所就做出一个决定跟选择。这个决定跟选择是充满希望的决定跟选择，
然后希望可以获得胜利，或者说希望关系可以成功的发展下去，克服两个人之间的阻碍哦。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一直以来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到底要不要开始这个关系，或者说到底要不要复合，到底要不要讨论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或者第二组大家内心深处的感受。那看起来你可能会去沟通，或你会表达，这个表达之后的结果，虽然会有一点好像突然间紧张，好像要结束了，但这个结束是好的，或者说不会彻底的结束，而是会有些突破跟转变。至少第二组的人知道你们自己要的是什么，或你不要的是什么，然后你会自由的做你自己，你也会获得你理想中的一个答案，或是一个新的状态，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好。那也就是说，对方的下一步可能是表达在乎。那我们来看对方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哦，还有其他的牌哦，什么说不出口真心话？先看一下其他的牌，Inner Work。第二组的人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先确认自己内心的阻碍或是内心的一些感受是什么。就你可能有一些真实的感受没有说出来，你可以先写下来，再去跟对方沟通，或是先自由的书写。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沟通的，所以你可以先写一写，写日记啊，或是散步、冥想，让自己的内心全然的平静下来，是一件比较就是务必现在要做的事情哦。可能是听音乐，可能是深呼吸，可能是做一些正面能量的一些观想啊、冥想啊这些，或是运动，你们会恢复联络，回到彼此的世界，会复合，或者说会有第二次的机会哦。那如果有第二次机会，请考虑不同的相处互动、沟通方式。可能一直以来一方付出比较多，然后一直以来没有讲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另一方就默默接受，也没有表态，有点像是这种感觉。那当你们有第二次机会沟通的时候，请尝试敞开心胸的说一说你真实的想法，以及尊重对方的立场。那看起来你们会复合或是和好，然后可以重新书写你们的故事，或是第二组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如果是一个短篇小说的主角，那你会想要怎么去书写你的人生故事呢？你可以写一写哦，这是一种许愿的感觉。你也会慢慢从中获得，从写作之中获得自己能够把握人生的那种力量，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自己把自己写成一个喜剧主角，浪漫喜剧主角。好，那关于这段关系看起来，比较像是经济压力或者某一方对于自己的工作有很大压力哦，等等，那可能最大原因，或者说最大感情卡住的原因，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一方的工作状况或两个人的工作状况。那你们是可以互相分享真实感受，以及互相真的能够体会彼此真实感受的人，所以不要害怕去讲出真实的想法，只要避免不好的态度就好。然后你们都是有能力去爱以及被爱的，在情感上面非常亲密靠近，所以不用太担心。如果说你们现在正在断联，或是刚吵架还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对方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Since I can't control you, I prefer to daydream of perfect interactions between us。既然我没有办法控制你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让你来找我，那我就只好每天做白日梦，然后幻想我们之间有非常美好的互动。You always agree with me，你永远都是认同我或者 觉得我说的都对。所以你们可能有讲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I fear you will never forgive me。我很担心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有点像是有发生口角争执还是什么。I never expected to fall in love with you so quickly.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快就爱上你。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is connection really is. 我不太确定我们之间这种连结、这种感觉是什么。是爱，是喜欢呢，还是什么？Actually, I'm not sorry for who I am. 我对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并不感到抱歉哦。I'm sorry that I'm not sorry. 我只是很抱歉，我并没有觉得内疚或抱歉。对我说的话，我不觉得有什么错，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我只求我到，我只求我到。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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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是燕赤霞。I can't take this anymore. 哦，对于我们之间这种状况，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下去的，可能是断联吗 ？I never expected to fall in love. 我从来没有指望或者期待陷入恋爱哦，爱上一个人。Wound resurfaced, and I retreat.之前的伤痛又浮现出来，我就会想要躲起来。I need some space， 我需要一些空间。I'm willing to try and see what I can learn as long as I have you by my side。我愿意去尝试看看，然后尽量成长。只要你在我旁边，我就愿意去学习，愿意去进步成长。I sabotaged this connection and I regret it。我对于毁了我们之间的那种好默契跟感觉，我觉得很后悔。It's really hard for me to open up， 但对我来说，我真的很难敞开心胸去说，或者说去沟通、表达。I am so sorry for messing everything up。我对于搞砸一切感到很抱歉。You deserve so much more。你值得更多、更好。更多的付出，或者说更多的爱，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第二组大家，你今天的节拍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也非常感谢所有已经订阅、按赞的大家，谢谢大家支持。如果说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今天是大佛顶首楞严经，你可以每天读诵楞严经，每天念一部分，或者是楞严咒，每天念一遍，每天念两遍，早晚各念一遍这样子。在念完之后进行大回向，回向法界、地狱，回向三恶道众生，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或者有的人有无缘子女、无缘兄弟姐妹，可以一起回向。特别是七月，你也可以回向给所有的孤魂野鬼，普皆回向，就是所有众生普皆回向。这样子护法神会来守护你，并不会吸引好兄弟哦。好，那如果说有人有梦到的话，因为念经而梦到，可能是你过去世的亲人、前世的亲人，希望你可以帮帮他们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回向，如果梦到他们就回向给他们这样子。好，那在经过这种大回向之后，你许愿的力量非常大，你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工作、爱情、学业顺利，或什么样子的困境、什么样子的愿望可以达成，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大家，希望你们幸福、健康、平安，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第三组大家请对应看看，你听到的所有内容是否符合自己的状况？如果完全都不符合，请参考第二组或第一组的解牌。好，看起来第三组大家，你们现在的一个心情跟状态是，你觉得自己有一点好像动弹不得，或是你付出的比较多，得到的比较少等等，你有一点点受到伤害，或是觉得在这个关系之中，你其实能做的都做了，然后有一点没有办法克服一些事情，就不是你一个人努力就可以了，所以可能你觉得一直以来自己努力的比较多，而对方努力的比较少哦，看起来是这样，你觉得或真的是这样。好，那这个关系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好，有一方是有一点不太愿意去面对这个状况，或是
就理所当然，可能是把第三组大家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啊，或是躲在角落，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就像一只鳄鱼或好几只鳄鱼趴在岸边，然后也不知道是打算要攻击呢，还是想要干嘛，鬼鬼祟祟的，就有一方是这样，比较像是对方，我不知道到底是敌是友，还是到底是怎样，总之就让人觉得很莫名其妙。那这个状况，其实第三组大家你们已经有一点确定说自己要的是什么，或确定自己不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已经有点在改善这个关系，或者尽可能的去避免冲突，也避免让自己太累，或你已经觉得自己有点累了，所以你可能会回归到一些比较基本的，比如说，生活本身，或是两个人都在各自忙各自的工作，还是说两个人都在缓慢的思考关于承诺，或是关于这个关系的可行性、现实的可行性，然后有尽可能的在改善这个关系，两个人都有在改善，只是有一方有点鬼鬼祟祟，不太愿意做决定，或两个人都不太愿意做决定，或主动的去沟通哦。那比较像是对方，因为在第三组大家的牌里面有看到非常积极主动的战车牌哦，就你很想要克服阻碍，很想要突破限制，很希望关系可以就是不要这样子总是卡住。那对方的一个状态是，哦，他可能仍然需要休息或仍然需要空间、时间、深呼吸。审判逆位，那他的一个心情是觉得他没有办法去下定决心，或不太确定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他有一点在一种犹豫不决或仍然需要时间的状态，仍然需要空间、时间或疗愈。好，那这段关系的阻碍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来看看，牌有一点多。好，关系中有一个逃避的人哦。不管是你还是他，感觉上比较像是他有点逃避感情，或是逃避问题，然后有点拖延、逃避自己等等，就是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行动，那先不要行动好了。所以对方可能有点恐惧，恐惧做人生选择。他比较怕的是说，他希望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过自己的生活。可能在刚好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或是他很担心关系会旧事重演，或两人都很担心这个关系会不会历史重演。好消息是说，其实你们都想要一对一稳定交往，也没有在考虑别人，两个人都觉得有可能是长远发展的恋情，或是有可能的婚姻。那也希望可以见面或约会，享受彼此相处的时间，然后也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或是你们其实聊天比较多，然后两个人都有感受到自己被在意、被看见、被听见、被了解，所以是可以很自在的互相分享价值观、梦想，或是展现自己脆弱真实的内心世界。其实，在各方面、人生各方面的观念还蛮一致的。但是呢，你或对方可能要让这个关系进展到下一个阶段，会需要先疗愈自己，或是刚好自己的人生也在一个转折点、转捩点，所以会觉得，现在就要做决定的话，有点怕。可能对方也在一个思考自己人生转变的阶段哦，人生刚好有发生一些变化，等等。好，我们来看看，在对方眼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牌有一点多，收一下。在对方眼中，第三组的那家，你们有不带给他一点精神方面的成长，或是他会觉得两个人有年龄差距吗？就一方年纪比较年长，另外一方比较，比较幼稚，好，这是一种，或有点互相依赖哦，精神柏拉图式的恋爱，然后有点理想化，所以可能你们还没有见过面，或是还没有非常熟悉彼此哦，就是有点停留在精神连接
刚认识、刚聊天，然后很喜欢跟你分享事物，或是两个人都有互相喜欢的感觉，但是身边只有腻味，哦，可能是有一点在一种对方会觉得你在一个解释没有非常多自信的状态。那第二个解释是你有自信，但是你有点点懒懒散散，或有一点奢侈吗？还是说沉溺于一个状态之中？好，就对方或你在这个关系之中有一点沉溺于一个互相分享啊、互相喜欢，或是一个怎样的关系现状，然后不太敢去突破它，或是觉得改变也不对，不改变也不对，前进也不对，后退也不对，停留在现在这样子也不错，但又有点不满足哦。可能两个人都有一点这样，或在他眼中你不太满意现在的这个状态，所以你们可能有发生一些争执吗？还是说，在他眼中你很怕受伤，或你有因为他而受伤过，所以你有在思考是不是应该要在理性跟感性之间去做一个取舍。所以在对方眼中，你是一个有点壮士断腕的状态，所以你可能有跟他说过，你不是很想要再这样子继续了，等等。好，那在对方眼里，第三组大家你们非常的有爱心，也非常愿意照顾他人，非常愿意照顾他，或是你非常喜欢他，但是你快崩溃了，权杖九逆位。他觉得你好像没有准备好要谈感情，或是你有点想要逃跑。然后在他眼中，这个关系要取得一个平衡，或是要做出一个选择的话，譬如说现在就迎接感情到生命中，然后刚好生活要发生其他的转变，或人生新阶段到来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感情，其实他需要时间想一想，或是需要反省自己的内心，到底要不要这个关系，或者在他眼中，你有在考虑要不要继续，有在衡量这个关系对自己的价值，对自己来说有多重要，或是你有在思考工作跟爱情的平衡。或两人都有在思考这些哦。那其他的牌还有什么其他的讯息？在他眼中，第三组的你们有可能是人生伴侣、真爱、纯粹的爱，可以想象未来，然后觉得你是一个身材很好的人，或是喜欢健身，喜欢运动，有童年创伤的人，可能你们有聊过，或其中一方有童年创伤，然后在他眼中，你可能有经济压力，或是有债务吗？他觉得你可能工作非常辛苦，工作压力很大，然后非常喜欢动物，可能有宠物，或是你是兽医，或跟动物有关的工作，非常喜欢猫猫狗狗。然后，对于这个关系哦，对方有想过承诺，或者有在考虑承诺，然而对方可能是一个还蛮，就是有点霸气的人，或是以事业为重的人、创业的人、领导者等等哦，所以可能这个关系，他曾经有谈过一个让他考虑过结婚的对象。然而他第一个解释，他会觉得有点怕，就是有点怕在面临到论及婚嫁或者承诺这件事，他变得非常慎重。那另外一个解释是，我们看后面的牌，等等看后面的牌。另外一个解释是，你们是彼此的前任，或是你有让他想起他的前任。
那另外一方面，他觉得你们可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觉得你可能很会做菜。好，我其中一方很会做菜。那刚才有抽到前任的牌，如果你们是彼此的前任的话，第一个解释哦，对方有点怕结婚这件事。那第二个解释，如果你们不是彼此的前任的话，他很怕遇到不适合的对象，或不适合结婚的对象，不适合自己的对象，跟自己无法契合，就像前任那样的对象等等哦，过往受伤的恋爱的类型，他很怕再度破灭，或是他心里仍然有一些阴影，他不想要谈没有结果的恋爱，好，或是他觉得考虑结婚这件事情，此时此刻他非常害怕，或他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就像刚才讲的，人生正在转变中，特别是如果他想要转换跑道，或是他有什么人生计划，然后突然间遇到爱情，他会觉得手足无措，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会觉得这段关系好像是意料之外的一个出现的缘分，或是有点命中注定的感觉哦，直觉觉得好像是命中注定，但又觉得意料之外，好像没有准备好就遇到了这样。但很多事情都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才会发生呢、啊。然后在他眼中，他觉得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到底应该当朋友呢，还是应该怎么做？这段关系有一个阻碍，是可能是朋友、家人，或是周围的人啊、会说出一些话，或是会影响两个人对这段关系的判断。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他就单纯是在想说，这个有点像是家人、朋友，那也不确定说到底适不适合。然后对方或你，可能在这个关系之中也很怕受伤，或是也有受过伤的感觉，所以会忽冷忽热，一下出现一下消失、哦、或是因为对方很忙，因为你很忙，所以两个人可能会心里会觉得受伤、难过等等哦，就是可能有被忽略的感觉，你或他或两人都。那看起来，如果说自己想太多，或其中一方待在自己的洞穴里面太久的话，就是那种怕受伤，然后专注在工作上，或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解释所有的事情，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或影响两个人的关系。但看起来你们可能会朝一个非常长远的方向发展，因为可能是有一点前世的缘分啊、或是你们的确是有点像灵魂伴侣，然后又可以像朋友同学这样互动，是一种好像早就认识的人，早就认识的家人，灵魂家人还是什么这种感觉。好，所以看起来两个人都会追随自己内心的直觉，然后去在这个关系中默默努力，默默给出承诺，这样子。好，那对方的下一步行动是，看起来你们最近可能会有争吵，还是误会，或吃醋、嫉妒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过了，但两个人又恢复联络了吗？或是关系仍然在继续哦？有可能是远距离恋爱。然后经历了这种突发事件，反而两个人都有确定说自己希望怎么做而不希望怎么做，希望关系好转而不希望有误会等等，所以会积极的沟通、或是想要让这个关系变得两个人都可以互相配合，好好的沟通，创造新的话题，或是像一个团队这样子互相支持。
我想给出想法点子，越来越朝现实迈进。如果说你们一直以来是在云端上谈恋爱的话，好，那钱币九，恶魔逆位，看起来可能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看起来两个人会越来越独立耶。就是在这个关系之中，可能会改善一些坏习惯，比如说互相依赖，或是想太多，还是互相想要让彼此吃醋、嫉妒啊等等，可能这些状况都会有所好转。好，那也有可能指的是第三组，你们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对方也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有所行动，朝目标前进。大致这样，所以看起来非常不错，非常乐观。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对方说不出口的真心话。好，先收一下。I need more time to figure things out。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把事情都整理清楚，厘清我们之间的关系。Please wait for me，请等我，请等待我，请等一等哦。All I'm thinking about right now is how attracted to you I am。我现在最在乎的事情啊，就现在此时此刻，就是我对你来说到底是多有魅力呢？你到底喜欢我什么？This isn't over between us. I'm coming back for you. 我们之间没有结束哦，我还是会回来找你的。I am afraid for getting too serious. I was hurt before. 我很害怕太认真，因为我之前有被伤害过，我有受伤过。I fear you would never forgive me. 我很害怕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I'm afraid to take the next step right now. 现在很怕向你迈出下一步哦，或者说有任何下一步的行动，我有点担心，我让这关系前进到下一个阶段，有点害怕。I have never loved anyone the way that I love you。我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子爱过任何人。It's easier without you or not being in a relationship。没有你，其实比较轻松，或者不在一个关系之中比较轻松。有对某些人来说，约会是很累的，因为要维持一个最好的一面，你知道，不希望让别人失望什么的。You are the one and only，你是唯一，唯一中的唯一。I get scared for being honest with you。我很害怕跟你坦白这些东西，就是唯一中的唯一，或是怕进展到下一个阶段什么的。I do love you, just don't know how to show you now。我的确是爱你的，但我很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让你知道。We both need time to heal。我们两个人都需要时间疗愈。I hate this distance between us. It doesn't feel good. 我很讨厌我们之间现在这种疏远的距离感，可能是物理距离，也有可能是就是故意疏远，感觉非常不好。好，那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大家，你今天的解牌，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也感谢所有已经订阅、按赞的大家。如果你有任何愿望，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文昌帝君英智文、英德文，你可以每天读诵英智文或是英德文，在念完之后进行大回向哦，非常短，大概5分钟之内就可以念完。然后在念完之后，回向法界，回向三恶道众生，回向所有无形众生、无名众生，以及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或家族冤亲债主等等。经过这种大回向之后，你许愿的力量很大，你可以许愿祈求家人身体健康、工作、爱情、学业或什么样子的愿望目标，在多久之内达成，特别是考试、面试。英智文，念英智文，然后许愿，回向许愿，非常灵验。
这是一种。那还有就是可以按照阴德文去执行、去做累积阴德，里面所说的那些方式，你就会越来越顺利哦。这是一种转运的方式，特别是考生或是有面试的大家，你们可以试试看。那我自己在考大学前有疯狂的求文昌帝君，然后每天念英字文哦，每天念，每天回向，每天许愿，那也就如愿的考上了大学，非常感谢文昌帝君，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哦，那就祝你们一切顺心、健康、平安、幸福、心想事成，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